9月21日，李沁作为一档恋爱综艺的观察员有感而发，他表示，随着一段关系的推进，每个人都会面临心态上的起起伏伏，其本质是因为在意，如何与自己的情绪相处也是一门必修课，喜怒哀乐柴米油盐都别有一番滋味，因为生活不仅仅是浪漫和甜蜜，还要有烟火气。对于自家偶像的感触，粉丝们倒是更在意沁沁有没有吃月饼，纷纷祝李沁中秋快乐。据悉，在《机智的恋爱》里，嘉宾张慧娴在面对倪佳培和崔雨桐两个人时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。用李沁的话来看，其实就是在意与不那么在意的差别。在爱情中，面对在意的人，就是很难做到自在呀。